这是你见过哭得最撕心裂肺的男孩了。喂，我是大仙了，你谁啊？快说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小胖胖先生吗？兄弟，你谁啊？你怎么知道我这个外号？我这里是点歌台的，林女士给您点了首歌，您现在应该在她的婚礼现场吧？你这都知道的，兄弟啊！不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边太吵了，我去厕所接一下，稍微等一下，稍微等一下，别挂。嗯，好的。好了，好了。不是在台上办仪式的吗？他有空跟我点歌？他是下午定的，让我们现在打给你。他还有话要告诉你。啥话？你说。他说：“小胖胖，我看到你来了，今天穿的好隆重啊。”不是你说的，我参加你的婚礼，我肯定要穿我最好的那套西装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结婚呢，不过站在台上的却不是你。你还想是我啊？怎么样，今天的我美吗？美美美，你永远都是最美的，好了吧？让你不珍惜我，看我嫁人，后悔了吧？没机会了吧？哎，你怎么可能会后悔呢？是你说的，让我赶紧嫁人，别烦你。哎，那不是没办法吧？少喝点酒吧，我真怕你来抢婚，我也怕会辜负所有人，被你牵走。哪能啊，我是过来喝喜酒的呀，我肯定不会添乱的。哎，逗你的了，以后我不能关心你了。你少喝点酒，多运动，白白胖胖的我就放心了。谢谢兄弟啊，我刚听到他交换戒指了，真好真好，我很为他感到开心。我们当时是没办法在一起，现实原因，但她现在老公很好，很有本事，能给她房，能给她车，我能给她什么？我什么都给不了她，所以我很开心，我很开心也很欣慰，真的。她找到了一个真正能给她幸福的人，兄弟，你懂吗？你懂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兄弟，我让你看笑话了。我走了一点，我离场了，你帮我转告他，如果那个男的对你不好，我一定会回来的，因为你是我这辈子最他妈爱的女人。离开我，你有没有得到想要的快乐？想起你走的坚决，而我却总舍不得。你有没有得到想要的快乐？希望他和